浅绿色和深蓝色。所用到的钩针是日本进口的钩针，2.5毫米的。钩针是可选配件，选择自己合适的即可。另外还配备了不同颜色的拉链。4毫米直径的黑色珠子和记号扣、定型针、缝衣针等。材料包大家可以在淘宝里搜店铺曲编织材料包就可以找到啦。大家提前准备好这些材料和工具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。下面我们来看手机套主体部分的图解。锁针起针53针锁针，然后在锁针里勾短针，不加不减的勾54行左右。不同款式需要在特定的行数换颜色勾。这里我以猫头鹰款给大家演示主体部分的勾法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清针目，这里我用浅粉色和深粉色演示。首先用深粉色起针，先用右手捏住线头，在左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。然后从中指和食指的中间穿过，用食指撑起毛线，再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整个钩织的过程中，食指始终保持伸直的状态，使毛线保持稳定的松紧度。右手拿起钩针，将钩针放在线的后面，逆时针绕一圈，接着左手捏住线圈下方交叉处，把线圈稍微松一些，挂线从针上的线圈引拔出来，这个过程中钩针的针头一定要朝上，不然无法挂住毛线。拉紧短线头，这个不算一针。我们调整好第一个线圈的松紧度，接着钩针挂线。从钩针上的线圈引拔出，勾出第一个锁针。再次挂线引拔出，勾第二个锁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重复，一共计53针。重复部分即将省略。接着在第53针上扣上记号扣。然后再勾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针锁针不计入针数，下面钩针插入记号扣的这一针中勾第一针短针。短针的勾法，将锁针的正面朝向自己，钩针插入记号扣这一针的上侧半针中。钩针绕线引拔出，接着钩针再次绕线，从钩针上的两个线圈穿出。这样就勾好了一针短针。
下面我们再看一次，钩针插入下一个锁针的半针中。绕线引拔出，接着钩针再次绕线引拔两个线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完成剩下的针目。重复部分即将省略，53针短针全部勾完，第一行勾完，接着勾一针锁针作为第二行的起立针。然后钩针不动，将织片转到反面。第二行不加不减的勾一行短针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第一针短针勾的位置新手很容易勾错，正确的位置应该是这里。不加不减勾一行短针，勾短针时需挑起针目上的两根线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样的两根线。第二行勾完，勾一针锁针作为第三行短针的起立针，然后钩针不动，织片转到正面。第三行与第二行一样，不加不减的勾短针，按照同样的方法，不加不减一直勾到第32行。32行织完了，第33行换浅粉色，继续勾短针。将第32行最后一针短针勾到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将它退回去，勾到最后一个步骤。剩两个线圈不要引拔，把深粉色的线头从后往前挂在针上，然后用浅粉色的线挂线，从这些线圈引拔出来，
接下来就用浅粉色的线继续不加不减的勾短针，先勾一针锁针作为下一行短针的起立针，深粉色的线可以断线。接着继续不加不减的勾14行浅粉色的短针，将边缘的两个线头拉紧，一边勾的时候一边可以藏线头。爱心猫、兔子、爱绿特款，按照图解不加不减，勾54行短针。黄色爱心猫耳朵的勾法，中心绕环起针，第一圈勾6针短针，将圆环中心收紧，与第一针短针勾引拔针连接，接着第二圈勾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第一针勾短针的加针，第二针也勾短针的加针，第三针勾一针短针，第四针与第五针都是勾短针的加针。第六针勾一针短针，第二圈勾完后与第一针短针勾引拔针连接，大家看一下第二圈勾完的样子，一共是10针。接着第三圈勾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第一针勾短针的加针，接着勾两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然后勾短针的加针，
再钩两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针短针的加针。最后与第一针短针处钩引拔针连接，这一圈钩完一共14针。第四圈不加不减的钩一圈短针，第五圈再钩一圈短针，钩完后留出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支，接下来我们示范一下黄色猫的爱心钩法。我们先看爱心的图解，中间红色的5针锁针就是起针处，然后逆时针钩一圈，包含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中长针、长针、长长针，锁针起针法75针。然后钩5针锁针。在第5针锁针上扣上记号扣。接着再钩4针锁针，然后在记号扣这一针钩3针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法，钩针绕2圈线，然后插入记号扣这一针中，勾住线并拉出，钩针绕线先从两个线圈引拔出来，然后钩针再次绕线引拔两个线圈，钩针重复绕。